大家好，今天呀，咱们用一种新的方法分这个后腿。来，往这看，先把这个里脊拉下来，里脊够大吧？嗯嗯。小里脊，拉后肘，先找对关节。哎，后腿，来，看这个尾骨。嗯，尾骨棒骨就下来了，咱把这个分开啊。好嘞，来，骨头下来。那看咱们怎么分啊？先把上面肥的来一刀。哎，看这个瘦肉啊。今天咱们分这个主要是看这个瘦肉，来，用这个手摁住，从后往前，这边瘦肉也去了一刀。咱们今天把这个瘦肉啊，切成碎瘦肉啊，咱们切成小块。现在好多人找这个碎瘦肉，嗯，一定要切碎啊。转过来，看表面不整齐的，哎，切碎的，然后把这个大肉割了，咱们分成三块，哎，来看这个后腿，最后一刀拉下来，咱把这个淋巴去掉啊。这个可别忘了，淋巴去掉。哎，咱们这样啊，从中间这个筋膜这个地方来个特写，这个筋膜地方来一刀。哎，这一刀是精品后腿啊，咱们拉上两条就行了。来。咱们放到这个位置，哎，来看这个，嗯，分完了，我给大家摆一下啊。咱们这个价格啊，从高往低看，来，你看，小里脊，精品瘦肉，精品后腿，再往这儿，碎瘦肉，优质后腿，哎，分到这儿了，最后两条，普通后腿，再往这儿看骨头，尾骨，这棒骨。后肘，这个后腿就分完了，来给大家全面照一下，嗯，对，扫一下，嗯，好，大家看的分的怎么样啊？欢迎评论，谢谢，好了。